都知道这是彩排版序号，那很快你看看，他已经没了，完全都是模一样，没反应过。看到哦，我今天没有，我不觉得穿裙子是麻烦，但是穿裙子表演是麻烦。那些机器不知道为什么人会这样，他那些媒体啊。然后那些拍照的那些，他们都会顿下来拍这样。我现在是体会到女孩子被人家偷拍的那种感觉，我根本没有心情唱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往后退，很怕，对，那感觉不好。虽然自己已经穿了一个比上一次还要长的那个内裤，但是还是感觉不好。那应该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穿裙子，再穿也穿长一点点。不要穿那么短，穿那么长。